雕像。刚才不。大楼。哎，有关不能。暗度鬼。哎，救命是谁呀、啊？有关不能。冤家是。那咋能救人呢？啊，这个。妈的！先安全。帮我看线没有？饶我。他从哪来的？在医院，在医院，在医院。从废墟口进了。到鸟笼，到鸟笼种了个树。他先知去了，好像。找我，找我，我是先知，我是先知。哦，上二楼，上二楼。鸟笼上去。现在还有10秒钟。还5秒。4、3。我操！气死了！哎，老板了？不，这个刀器被他补上了。明明休息怎么还炸鸡啊？这人！哎呦！哦哟，这是什么刀器啊？这哦，他应该就是那个鬼火加速，注意他加速。医院地下室，小弟。不，我还是在医院。刀器。妈，这什么加速的？我现在好了吗？我应该早好了。无名的快啊！无名的快。不应该交闪带你吗？那先给你来一张。哎呦，堵错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高三来了，自己勉强，但是不能上八。用命救完你，得立马修第二台。我死调箱一场了。这个无所谓。用命一台，必须两台吗？谁的没亮？你的吗？我没亮。脸上是遗产。你都多少了？哎，刚刚好，哎，我这边亮了，要亮了，刚刚好，那这样调向修一台，你往我这边死好吧？对 ，OK。佣兵救完人之后，原地补调向遗产，刚好够了，反正佣兵修不动，修不完。那么你这个换弹的是真的有用？你真是真的，你啊，绝对要死，太危险，我怕了，来了。哎呦，哇，可以，修，都飞起来了，好吧？那你再挤屁股吧。我操！当我没说了。那我撩起来了，那我得撩起来了。啊！你撩起来了，好像。他挂调箱那里70多。带走，红兵带走，听说了。红兵带走，听说。那这佣兵真的是个，这佣兵真的好混啊，好混呐、啊！怎么会有这么混的队友啊？那行吧，我把佣兵摸起来了。我看佣兵，那这个电机一定能开了。我看我现在视角，真他妈是个小天才。火浇过了，火浇过了，火浇过了。我知道，看到了。这电机搏命可能能亮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也搏命能量，搏命能量，我这个电机搏命一定能亮。给老子晕！没输了呀、啊？他回手电机了，小弟。来，我们互摸呀，我们来两枚穿。调枪上，调枪了，命量才能看了。先把你摸好吧。嗯。行，你等会儿先把我摸好。因为实际上要倒地的话就无了。调下满血还行。直接都摸好吧，直接干脆都摸好，干脆都摸好。过来了，完了。进吧，进不了。这条线还行，等一下好吗？稳住！哎，直接撞！
摸摸摸，你真破坏他切金身啊！我的天，他没了，切不了，怎么用了？哎呦，哎，还行还行，帅！我下边去了，我操！我没把你干出来。哎呦呦呦，还行还行，我操！我把你干到这边了，我还以为把他干。点大门，贴大门。走了，走了。好难受啊！好难受啊。啊，不是，他走，上点去，上点去，上点去。能走掉吗？大门有人点了，马上开了。我先怎么这么难受啊？大门有人在点吗？点了，不然大门开了。我靠，调香贴子。他切过进来了吗？什么时候切的？好快啊，这个人这么切的。你记得什么时候切的吗？我忘了。知道，我没切。切过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反正下面打个冰霜趴就切了呀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反应过来了，撞一下。对。我靠，我这个火吃到你肯定被牵起来了。我天，这真难受。行。你出意外。死跑。我操，他闯小门去了。对。死跑了。哇，调江贴大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往大门冲，我到大门，大门都开了。我落地的时候投降时间只有九十多秒了，也就是说意味着他从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溜了有130秒，就是说他开局是找我的，我溜了有130秒，我又不想做这局还赢不了，妈的就离谱了，就。